设计很漂亮，你看很有意思，很有层次，真的。哦，这是。哦。哦。哦。电影人的梦，真的电影人的梦，因为最佳男主角这样的一个证书，他每年只发5张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入围以来，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一张。如果我拿回去，我可以在很多的平台加薪呢。以后我拍电影，我跟人家谈合约就，梁导，梁志强导演，请看，真的哦。这个可以加薪，最少都加50%吧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各位观众，我们没办法入围金马没关系，至少我们还可以看看金马礼品，品尝一下。就由本届金马遵义帝李国煌主讲最不专业金马开箱文 ，start。应该是饼干类的吧？米乐缤纷爆米花有没有写什么口味？不重要 ，OK， 最重要是设计的这个罐子，然后还有这一盒也是，哇，真的每一个外形的包装都很吸引人。哦，小饼干吧，你们要吃吗？1500新台币一个。真的吗？而且它这个包装也蛮有质感，有下足本钱。哇，这次真的太开心了！哦 ，nice！ 哇，好适合你哦！啊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很漂亮，很有心思。这个应该是我太太会比较开心。你还有在保养吗？我平常没有哎。因为很多东西放在我脸上都浪费，因为它都吸收不了。这个是口罩，然后这个也是口罩，这个就是放口罩的那个袋，很细心，很漂亮。口罩有两种戴法，一是这种戴法，二是这种戴法。就是当你不想跟对方保持联络的时候，你就这样给他看。OK， 这个是那个。哇，很像，原来马的味道是怎么样？我看过无数的马，也骑过马，这个应该是茶。哇，真的，所有的那些赞助商，他们真的是哦，设计很有想法。这样味有放这样有味道的，就是这样。你在玩我吗？你在玩我吗？我为什么把这个留在最后？因为这个真的是最大了吧，所有人都要这个。来20万，马上下单20万。可以煮饭，可以炖汤，可以炖汤。哇，多用途哇！所以它是两层的。而且我发现到，其实它的这个就很简单嘞，就这样下去而已。我要讲的主要就是说，其实我们都有说净饭碗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你这辈子不愁吃。他现在送个净饭锅，我还可以跟很多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分享，也就是说接下来我的日子我有更多东西吃，我会更多的收入。所以谢谢金马宇的动新闻。不过不好意思，大同的老板，我还是最喜欢那张证书。报道。